还没有人，真哎，假有了有了，Hello，大家好，大家晚安，两个人，大家累了。大家晚安，看完直播就，Hello，嗨，楼君，三个人，Hello。Hello，大家好，我是品涵。大家好，我是品涵。Hello，大家晚安，我是品涵。嗨，我是品涵。大家晚安。嗨，大家晚安，嗨，我是品涵，是陈思雅叫我来直播的。我也不知道思源在哪里。Hello，是陈思雅叫我来直播的，我不知道思源在哪里，思源不见了。Hello，他们说为何是品涵台？诗雅叫我来直播的。嗨，我不知道他诗源去哪里了。诗源嘞，诗源，你说我去穿自己最喜欢诗的衣服，源，我在找自己最喜欢的衣服。他在找最喜欢的衣服。诗源，诗源，嗨，爱死。是诗雅叫我来直播的，诗源在哪里？我找不到喜欢的衣服。诗源，诗雅在吗？诗雅嘞？诗雅，诗雅，啊，诗源，我找不到喜欢的衣他找不服。到喜欢的衣服。现在几个人？47，哎，47，47，生命中注定，平安一起，平安一起，生命中注定。什么呢？嗨，大家好，嗨，有点累哈，连着看。什么？哎，我82，我八，我才37，为什么？哎，所以要，要放出来吗？好，来哦。关掉。你在看到？你在？你在看？你要不要面饼？大好き！大好き！好き好き！这个发音好き！爸爸，要要要！マサオな。空を見上げて誰かのこと思ってますが今すぐに会いたくなった誰がいるでいいね幸せなこと見つかった時は君に分けてあげたい47を素敵なあの街へ歌う歌いながら会いに行こう大好きな車に乗ってワクワクする近くるな慢唱我乱唱 OK 结束饼还没唱饼还没唱我看不到歌词嗨云溪灵魂歌姬要来一首那个来一首那个情歌吗？今天不是等等的啊！果果要我跟要我帮他转达给大家说，他冬天最喜欢的衣服是大大的帽 T 加 legging，就是紧身裤，这是他冬天最喜欢的衣服。你最喜欢的衣服是什么？你还不要再做作业了。冬天吗？对，冬天。冬天。
冬天最喜欢长裙。长裙为什么？因为你这么瘦，为什么？正式可是又不会冷。正式又不正式又不会冷。你冬天最喜欢什么衣服？我你 我喜欢露肩膀的衣服。为什么？每直播必露。为什么？为什么？嗨，李威，我最喜欢舒服的衣服。你可以不要开这么大声吗？对不起。嗨，李威，我刚嗨过。小蜜蜂，嗡嗡。冬天要穿抹茶送的袜子，有啊，有穿啊。有，我也有穿。是上一个冬天的事嘞，好久，睡衣很舒服的。品涵在忙事情。嗨嗨。他在忙公事，还有功课。对，品涵，你考试了吗？我考完了。考完了？你不是有没考到的吗？啊，对啊，补考了。补考了，我补考还。补考还比没考的高分。你这样子，你同学会难过哎。好啦，好，多穿点衣服。好，谢谢文琪。衣服是共用的，衣服从不共用，绝对不能共用。嗨，爸爸，你会跟你姐共用衣服吗？会啊。会，你会偷穿他的，他又不让我穿他的。如果我穿他的，他会生气。姐姐也会生气。姐姐会生气，这些姐姐为什么这么小气呢？对呀。借穿一下又不会怎么样，我都看不到。谢谢果果推，果果推你都没有休息，一直看你好累哦。大岛健雄说你电报同学，电报同学。思源今天好敢穿，哪有？思源平常都穿，我平常也穿差不多这样吗？哪有？妹妹都比较过分，艾斯哪是啊？是姐姐比较过分，好不好？我们妹妹很好。我的网络还好吗？大家，谢谢果果推空气喂食，要再一次吗？你都没有喂我。这是老梗，食物讲。他们说我的网络很顺哎、欸，他们说我网络很顺哎、欸，这边是风水宝地，Yes。不是啊，我用 WiFi。地灵人杰，谢谢。果果叫我再讲一次，他冬天最喜欢的衣服是大大的帽 T 配 legging。他跟我说那个 legging 中文是什么？那个 legging。所以他刚刚穿着他最喜欢的衣服，跟大家玩比手画脚的游戏。真的假的？我很顺哦，可能是因为我平常好事做很多，玩游戏就会开始 lag。那我就不要说好了。47间，你刚刚有听到吗？好，小蜜蜂，我让林杰进来我房间播。Nobita 说顺到 biang biang 的 biang biang。为什么那个？你笑什么？果果刚刚玩游戏都作弊耶。你等一下怎么可能不作弊？我这比手画脚是不能讲话吗？是吗？可以吧，比手画脚不能讲话吗？比手画脚不能讲话吗？那你戴口罩然后照样讲。比手画脚可以讲话吗？ N46 你为什么没有诗源的名字？ N46 不能管，我说不能讲话。我想也是，比手画脚不能，可以讲一点点是吗？楼君可以讲一点。那我要玩了吗？还有什么游戏啊？我看一下，吃货那个吃货天堂是什么？你按进去啊。好，卡丘拜拜，小心哦。拜拜拜拜。我看一下吃货天堂游戏中，小蜜蜂嗡嗡。干嘛干嘛啊？干嘛干嘛？现在干嘛？这什么游戏啊？这什么啊？零分？这什么游戏啊？这怎么玩？这怎么玩？你快点，你来玩。这怎么玩？吃那个有
哎、欸，我来，我来。哎哎哎，要碰到那是、没有啊。什么？什么游戏啊？要接到，要接到，好，撞上。你们不要在这。哎、欸，他打只多五分呢、欸。什么、啊？玩一次，我已经战胜9%的玩家了，我要再玩一次，我要再玩一次。这什么游戏？他是太多脸了，你们走开。哦，为什么？哦，要嘴巴合起来。那嘴巴要张先张开吗？你像什么鱼？强势料的鱼哦。没有啊。脸吗？哎、欸，这样那么近还是吸不到？没有啊！欸、你要在这个、欸，你要在这个框框上面，哦、你要在这個框框上面，在这個框框上面就要接到。你不要那么近啦！你要在这個框框上面。你用你用。没有啊！我的是。再一次，再一次，我不要，我要再一次，我要再一次。打完。哎、欸，你鼻子知道？嗯嗯，不行啊！我说你脸不能动，脸不能动，脸不。你要吃啊！你要吃？吃啊！我吃啊！我吃啊！为什么？为什么？你太慢了。连远一点，连远一点。好，品涵来，品涵，品涵品。这怎么玩？不知道，吃东西吗？你才五分，你好逊啊！再吃。我刚刚，哎、欸，我刚刚荧幕明明就吃得很准。你进我的台吗？嗨，巴辣，嘶哑很饿的感觉。哎、欸，你很饿哦？你晚餐没吃饱？艾斯问你的。还没吃。还没想到要吃什么？还是要玩比手画脚？好了，玩比手画脚，我在。玩比手画脚。我们随机好了耶，怎么样？随机可以吗？随机。甜甜圈跟蛋糕要摇两次、欸，哎、欸，你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那你再玩一次，然后你摇两次啊、到底有多爱这个？甜甜圈跟蛋糕摇两次，然后大亨堡摇一次，摇一次。那苹果呢？苹果摇两次。啊，我知道是一半，那是吃一半，好可爱哦，好可爱哦，怎么了？好可爱哦！你要摇两次，你先吃个哦。没了，哎、欸，很好玩的、欸，哎、欸，你再玩一次，那你再玩一次，你要吗？原来吃苹果会被扣分的、欸，哎呦，这是什么、啊？是捡垃圾的那种感觉。你要再一次吗？好了，好，思雅再一次。不能吃。你蛮厉害的。
为什么甜甜需要吃两个？哎、欸，这很厉害，这很厉害，就要吃几次？那你还有一个，有人丢球可以，啊！快快快！啊！没了！哎、欸，我看你真的很厉害，你是125名哎！吃牙齿，吃牙齿脚像猫。啊，没吃晚餐啊，雨欣，雨欣，你的脚好了吗？哎、欸，他说有咬的。我是四滴环绕宇宙，食人鱼。啊，总经，你今天从施雅姬变食人鱼了。我不要，我要当施雅姬。哎，文琪，那玩比手画脚吗？怪我咯。东南亚食人鱼，哎、欸，还不错哎。信婷说你很厉害。口水喷到荧幕，那我玩比手画脚。然后比手画脚。哎、欸，快点来开始。那我帮你打。哆瑞咪发嗦啦，三个字一个人。哆瑞咪发嗦啦，这时候男的跳过。啊啊啊！啊啊！这个是什么？第一个字，第一个字这样。爱死我，下一题了！爱死我，下一题了！第一个字这样。刚刚那一题答案是希拉瑞，哆瑞咪发嗦啦希拉。哎，你下一题了啦！不是，抱的另外一个，抱的另外一个。这个，天很冷的时候、要干嘛？要干嘛？要干嘛？那个第一个字。下一题了啦！杨杰，我下一题了。我有这好难哦，下一题，这更难。哎、欸，你的都好难哦，可以重来吗？这是什么？塞了头？这是什么？塞什么广告？这是什么广告？塞了头？塞了头？这是什么广告？那广告的那个动物，然后它是只有它一个的三四个字比较特别的东西，比较塞了头。它是这样咬，它是这样咬。那个动物是什么？对，它只有一个，它只有一个，它只有一个。北极星答对了，谢谢北极星。台北是什么？台北是什么？不是下一题了啦，台北是什么？哦，不能说话。台北是不管它了，台北。哦，到的。你看啊。地方是什么？再说，这个地方是叫什么？这个地方叫什么？台北是天龙。耶！太好了！啊，虫子，两个字。是什么、啊？是吗？四个字，跳过。好难哦！我知道。第一个字是这个，因为很。两个字。哦，游戏画面不同步、哦。两个字。啊，答对了，谁吧？哦，你们答对了。洗头，爱死你，不要来了。啊！他的敌人是谁？他的敌人，两个字。的敌人，对了，诺比达答对了，这好难哦，啊，第一个字，
那我们还在上一题，现在跳过好了。金鱼，品涵嘞，品涵睡着了，品涵睡着，直播一下品涵睡觉，品涵睡着了。好，直播完平安睡着，下一题哦，跳过。哦，哎赶快帮我玩比手画脚啦。好累哦这个游戏。这个运动。他很厉害，三个字，他的运动员很厉害。哎，芭拉谢你哦，因为我照品涵吗？谢谢傅伟，那是他那个领域很厉害的人。对对对，大岛健雄，你猜对了，他的那个领域。溜冰，你在溜冰哦？他的那个领域有个很帅很厉害的人。哎呦，芭拉，你先不要芭拉。好，谢谢芭拉。没有人要答题。梅西不是梅西，三个字。哎，李威答对了。哎，又是这题啊？你怎么比的？好累个，哎，李威猜对了，汪小烈也猜对，温野也猜对了，啊，这好难哦。两个字，答对了啊！谢谢卧室，这是电影吧？三个字，怎么比啦？三个字，一种职业。果果答对了，不是果果，你会答对，打字员。哦，这个游戏好累哦，不能猜。这游戏好累哦，还要玩七分钟，你怎么办？那你不要玩，你无视他。四个字。前两个字是那个 Let It Go 的主角， Let It Go 的主角，前两个字，四个字。哎，李威也答对了，你这样也可以答对。第一个字，四个字，第一个字是这样。爱，对，第一个字是爱，第二个字是救我。我不会比，不能讲话。哎呦，约会多一个人，那个叫什么？爱在。哦，我可以跳过吗？好，我要用手动跳过吧，手动跳过。我答对了。
套就是了。三个字，三个字。果果电灯泡是爱迪生，电灯泡是爱迪生。你们要猜对，你们要猜对了。果先生真的白痴。对不起大家，电灯泡是爱迪生。呀，哎，这很难，你帮我好不好？你挖开吗？你就挖。第一个字是他，第一个是他，五个字。第一个字是他，然后。第二个字，谢谢果果，谢谢果果。哎，刚刚果果比过，刚刚果果比过两个字，两个字。两个字，两个字。刚刚我们比过。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酱油的台语，酱油的台语，一个职业，哥哥猜对了，他没有偷看哦，他没有偷看，哥哥猜对啊，两个字，两个字。再一次，再一次。欸，有人猜对了。露露猜对了，露露猜对了。Yeah. 哦，这很难耶。两个字。那很难啊，姑姑。这什么？太难了吧。好，跳过。这很难耶。第一个字是，第一个字。三个字哦，三个字。第一个字是笑吗？嗯，笑。笑的另外一个。哇，好厉害哦！笑的猜对嘞，果果真的自己猜哦。哦，两个字，两个字。我要说还没比就被猜对了。谢谢李威。哦哦哦。你要猜我猜。这你要什么这好的。你要我先啊。这快啊，四个字。你要我先啊。这哦哦哦，还有那个，还有那个。你们信吗？你们信？等等等等等等信，等等等等等等信，四个字。现在你要我谁呢？字，还有那个你们等等等等信，等等等等。哎，答对了。哦，把那个我帮你们盖被子哈。哦。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不剩黑白。快点快点快点，我学得很像。哎，最后一题，最后一题。哎，我刚刚唱啦，我过了，有人来的。
不客气，杨杰，不客气。啊，剩47秒，就不要玩了吧。综合小智，平安已经习惯我们这么吵了。嗨，双指推，这是什么 ？Marvis。嗨，允熙。所以允熙，你的脚好了吗？果果不要闹，你不能睡觉，你帮我答最后一题。请给我更多平安的睡。这是什么？猜对29题。李威，李威好厉害哦，恭喜你。留疤状态，那你要擦那个哦，祛疤的。那我再给他看一下，看一下品牌。好，偶像不能看太久。伊森不要难过，没关系，我们只是玩玩而已。爸爸，芭拉这样还满意吗？芭拉，副委没关系，没关系，我也乱玩。芭拉这样满意吗？芭拉，谢谢副委。什么开始使用？是要使用什么？哦，我不要。谢谢芭拉。芭拉，你早说嘛！以后我在品涵的那个什么爱子，我哪是窗帘？爱子，你很过分呢！为什么思雅穿就是性感，我穿就是穿窗？爱子，你很过分呢！谢谢傅伟，台言相推，那你到底推谁？就相推啦，白痴！早上赶快选一个啊！太管活。管活露露 ，Hello 君，这个怎么念呢 ？3D Wiz 是雅肩膀，宝拉说你肩膀肉比较多，我也要吃这个。我今天就穿出去了好吗？这很舒服哎、欸。我要不要听？哎、欸，我可以看到几点了？10:30，真的好吃哦。现在是8点，现在是他们的8:30，对不对？肩膀香，肩膀不会冷，肩膀香。可是我没事做了，怎么办？游戏都玩完了。不是滴滴，副委滴滴滴滴没关系。未来会想演出什么样的公演呢、啊？嗯。果果说他要睡觉公演。芭拉，你什么意思啊？芭拉，未来想演什么公演呢？嗯，什么公演？想先从那个 party 开始，表演段子，段子。你看我的段子、啊。李威说那个果果睡觉，我也很开心。明天会去看 AKB48 的表演吗？嗯，告诉你，台语歌公演好不错 ，MC 担当，对我要当 MC 担当。牙出血，宏伟嗨，睡衣哎、欸，那可是有睡衣的啊，已经有睡衣了，对啊，那我们可以穿什么？穿那个。我想要再吃一块。我说他爱家爱家哎呀，给你们快回来！他芭拉，你要被谁调走？你跟我推荐一下，推荐一下你喜欢的原住民公园好像不错，还有旗袍那些的睡衣都对啊，有睡衣了。芭拉，你跟我推荐一下泳衣，泳衣，果果果果要穿泳衣吗？果果穿泳衣，62号小迪哦，小迪那个我的朋友 SML 有，
141蛮可爱的，141好。哦，我知道啊，我知道明天有韩国颁奖典礼。洗涤器、剪涤器、水涤器、超龄太公、超龄太公，哎，学一下品牌。你要那石头拿给我。我有大舌头，我也大舌头，大女生，对啊，我也大舌头，很你一一念你一一离。哎，李威说九一是天使，哎，李威你要你是那个吗？那对啊，那果果是什么？你把果果放在哪里？九一，原来果果就是九十一吗？对不起。然后他说那是你的肉体，哇，你好恶哦 ！Ice， 我知道。Ice， 那你知道我几号吗 ？Ice， 你知道我几号吗 ？Ice 好吃，你还是给我自己去买。声音太大一点，哎，我今天感冒，我今天真的感冒，我觉得。嗨，文琪，哎 ，Ice， 你知道我是一一哦，谢谢你。一天使，谢谢爸爸，果然还是有你这种正常人存在。哎，你有谢谢谢谢国语神推，你带我出去玩好不好？国语神推，可是我没有在你的那个名字里面呢。S 号被林杰传染，感觉是哦。一天使，对的，对，偷婚人家大神。可是我讲话有点那个，有些人不会卷舌，我不太会卷舌。傅维，傅维你是十元推吗？那要换成十元推。哎，卧室，你眼睛有问题吗？六个都是天使，果果你不要抢镜好不好？哎、欸，什么？你要说什么？你要先经过我同意。我不会，不是。他要抱床，他要抱。他说我。哎、欸，你很烦呢、欸，果果。先投42票，42、42、42票。果果，你要爆料就快点，我看你爆什么。好啦好啦，我让他讲啊。哎，国语原神推 Jack 耶、yeah ！哎，拔啦，你拔啦！你笑什么？拔啦，你太好笑了！等一下，拔啦，我跟你说，拔啦，你说的太好笑了！拔啦，我跟你说，我今天已经换一边，我前几天已经换一边了，你没有发现吗？拔啦！我已经换边了，好吗？我天天是分这边，我换边了，你有换？我已经，宝拉，我真心的在跟你建议，宝拉，我已经有发现了，好吗？吧，我等一下，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不是秃头，我没有秃头。现在很顺吗？我要讲很重要的事哦。小时候我就是。不小心都会一直撞到东西，我撞到头2次，大概这边跟这边，所以缝起来长不出头发这边，所以才没有刘海嘛。我这边跟这边有个洞，是因为缝起来从，然后我幼稚园的时候撞到眉毛撞到桌角，所以我眉毛上才会有个洞。我没有秃头好吗？是啊，我担心你的分法在。越来越稀疏，偶尔刘海换天吧。不是我，果果真的很白目。是啊，我担心你的刘海线越来越稀疏，偶尔换天吧。我跟你说，小时候有一次是怎样，你知道？我跟我姐，我跟陈思雅，跟我哥在玩，然后玩那种骑马打仗。然后衣橱在后面，衣橱的中间不是有玻璃吗？然后我就被背着，然后我就往后啊，然后我就头就撞到了。然后还有一次是撞到木头，一次撞到玻璃，就缝起来。我那印象都还在，就缝起来，所以才长不出。哎、欸，有好笑的事吗？双胞胎，快来介绍一下。
对啊，我是双胞胎。然后这不是好事，可是其实过了也没关系啊，我觉得就是撞到。有人说你脑袋有洞。脑袋没动啊，都补起来了好吗？都补起来了，天生打包，我没有打包好不好？对啊，我也觉得我还蛮厉害的。然后我小时候还有那个躺在床上玩那个小娃娃小人偶，然后就躺了，然后我就玩一玩，然后我就把它吞进去了。他们都不懂抓抓抓抓抓抓，你出声音哦，抓抓抓就是这样。可是我没有啊，我没有吧，偶尔。下午意说没关系，耶，傅伟，我真的，那只玩偶还好吗？不知道，医生说我会那个把它排出来，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嗨，食源真心症这是什么意思？要试试最近喝咖啡因洗发精吗？真的吗？你们觉得我需要吗？我觉得还好吧。最近有人建议我那个剪短头发，欸，你们觉得适合吗？短头发，我要剪个 S 头，看会不会变 S。你觉得适合吗？一四一第一次，哎，艾子说一四一第一次玩游戏就70分嘞，欸，嗯，怎么办？那我再玩一次吗？是人杨姐，你要送我把片吗？可以啊，可是我不会用。可是我又很啊，这真的是长不出来啦！哎呦，真的是长不出来。果果用很担心的眼神看着，真的是长不出来，所以我刘海很麻烦。他说你会变张君雅。哎，Jack， 你觉得我会变成短发？短发有想象到吗？短发怎么用短发？好丑！果果说我很丑，可以试试落剑。好，落剑。短发怎么样 ？Gatsby。短发，我看看，短发。这样怎么样？这样怎么样？好看吗？好看吗？这样。好看吗？大家。短发脸更圆。狗狗说我剪的话脸更圆。粉丝留言。哦，粉丝说。对啊，伯木前面那样超帅的，短发加伊娜丸就很像短发，不好看。芭拉，你很真心哎，我谢谢你哦。以后我有什么意见就问你。我脸哪是圆的，啊？圆脸在这，我为大家示范圆脸。你看他的脸，圆，像是圆。看我的脸，我的脸是尖的，这是圆的，这是尖的。圆的，尖的，记得去找你剪那个。不然你还记得他的 S 头？好像不错，真的吗？诺比达，马友头，马友太王道了，我不行。这个王道我不行。诗雅可爱，诗雅可爱，好喽，诗雅比较尖，哪有啊？我是说形状好吗？你看这边，形状。我没有抹茶就真的是圆的，我是尖的，尖的有看到吗？这边尖的，我有腮帮子，腮帮子是什么？我有腮帮子。果果说他有腮帮子，什么是腮帮子？其实要剪趁早试试看是否好评。那万一我剪了不好评怎么办？不要这样，罗比达。现在我开多久了？哦，9:40。剃自带离头是怎样？大脸国，傅伟说你是大脸国。难怪我觉得诗雅长得像丸子。对啊，诗雅真的是圆的。他说的是尤里亚桑。尤里亚桑。最好剪失败，这样我就胜。这样就剩我一个推失，什么意思啊？芭拉，我剪失败你就会推我是吗？芭拉你什么意思？芭拉，谢谢腹肌，不好看可以接发。哎，真的，果果只有身体变成没有，你跟我跟你说，他下巴也很长。对，我下巴很长。
他一直很担心他下巴。果果是锥子脸。听他的身高，他的脸会随着他的身高变长。如果他再长高的话，他的脸就会进。芭拉，你够了，芭拉，没关系。我觉得你给我很真心的建议，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他说他是 Yulia 上。哦 ，Yulia 上，嗯，不要剪。好，文琪说不要剪。果果让妈妈没有，果果不能开台。对啊，果果不能被开台，被霸的没有，平常也会。我赖吧？为什么？因为你害到果果了，锥子拍拍，锥子也很好啊，超好的、欸。哎、欸、，Ryan 过来送我这，谢谢 Ryan 过，谢谢 Ryan 过，果果大粉丝还送我，果果超可爱。你要来看我直播，礼拜天，谢谢 Ryan 过，礼拜天。法拉，你真的很烦。法拉，你很烦耶。谢谢 Mia 乐 ，Mia 乐 ，Ruby， Mia 乐 ，Ruby 小易，我都看不到哎，我视力近视，我视力很不好，对不起大家。为什么果果的可以在上面调？哎、欸，你的名字怎么在上面调啊？果果的名字可以在上面。布伟，谢谢布伟。为什么果果名字在上面调？谢谢谢谢国语元神神推。国语元神推。小易，小易你好，小易你是新来的吗？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可以飘在上面？哎、欸，有人知道要怎么样可以飘在上面？用十元金币？要怎么有金币啊？果果你好，果果你好，是诺比达。果果，哎，果果送你礼物，他是那个送礼物才会飘。为什么李威也可以在上面飘？为什么你们都可以在上面飘？哎、欸，埃及也去飘了。哎、欸，大家礼拜天也要在我的上面飘哦。爸爸，爸爸，好久不见。快笑死！原来可以这样子飘。牧羊犬，你要飘吗？真心症是什么意思啊？嗨，小易，真的吗？那你有留言吗？以后要多留言，好不好？露露，只有双子不会飘，是这样吗？飘在上面要花钱。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果果说他不知道飘在上面会要花钱。芭拉，平安，芭拉说他爱你哦。平安在睡觉，平安在睡觉。十元，真的吗？花个十元，那我自己可以飘吗？你要不能留言，我自己要怎么飘啊？对，我自己不能。聊天是什么？我要怎么飘啊？哎、欸，我自己不能飘。你自己看留言啊，白痴！哦，我自己不能，我不小心氪金了。对，喇叭的图示，哎、欸，他说按喇叭图示就可以飘，飘起来。嘿，露露，哦，好，大家都飘起来。听说这样比较可以被，对，真的比较可以被发现。嗨，傅伟，我果果是在这，没关系，果果常做这种事。哎、欸，牧羊犬飘给你看，天雨路滑，减速慢行，谢谢卧室听。哦，原来如此哦。那十元的出生地是哪里啊？妈妈 ，Kido 拜拜 ，Pokemon 给我大姐。啊，对不起，平安没有在听。有啊有啊，小智阳，果果说天干物燥，小心火烛。温言，你怎么可以路过？你对十元在一号是不是？那我可以叫那个中央照壁纸。你看我走吧。我在哪里住的？西雅雷西雅的出生地是哪里？宇宙西雅、欸。我是从那个海底飘的。我也想要有一个那个，我也想要有个家，快点帮我想一下。银行还不错哎、欸。他在果果一直飘、啊，果果你不要一直飘。果果是哪里？对啊，果果你的出生地是？猪啊，他出生地猪。猪可以当牛肉啊！果果你不要飘
假装反怪攻击啊，反怪我什么反怪哎、欸、你是什么反怪我是那个欧牙欧牙反怪那你去查一下是什么板块？我是欧亚板块啊，欧亚板块吗？果果，你这样要花钱，对啊。杨一杰提醒你，冷吗？有一点点，早上会冷。那他给西也跟你们一起在日本吗？对啊，他前天那个不是有 po insta？ 我跟你们说，我今天还有跟果果比赛车哦，我赢了，在那个拍大头贴的地方，我有个跟果果比赛车，不慢的，对。欧亚菲律宾海板块，哎、欸，是菲律宾海板块。嗯，艾斯，那你的那个名字后面要有个那个吗？板块吗？马里奥赛车，对，马里奥赛车。不好意思，马里奥赛车，当然是我赢啊！果果超逊的，我选那个公主，然后果果选那个限定人物，然后他就输了，好好玩哦！我跟他说我有开过跑跑卡丁车，所以我比他厉害。果果是哪里？我也要改。对啊，你帮你想一个你的出生地啊，果果。果果，因为小智是真心镇出生的、啊。好，果果在想，果果在想。我以为他是不是在问果果？你不要再飘了啦！你可以不要一起飘，你在下面留言，我会看到你。不要一直飘，不要再飘了。果果零用钱要没了，对啊，嗯，你想一个好不好？哎、欸，他改成西亚板块，艾斯，艾斯哥这个蛮烂的吧？那个跟东亚、南亚一样烂。李威是桃园人，千里之外国是什么？果果会再想一个新的。花果王，嗨小白，飘着飘着就没金币了。哎，卡丘，你不是有事吗？怎么样？对啊，艾斯你也觉得很烂吼？艾斯用飘的跟你说很烂，我有看到。他为了让你知道很烂，嗨高高，那我们来帮诗雅想一个好了。你说我开始拍？对啊，诗雅的那个，诗雅要怎么？什么巴辣？你的很烂吗？果果问说他的很烂吗？再问一次，果果叫我再问一次。嗨，云溪，云溪，我们现在在讨论那个那叫什么 ？Catchphrase 有没有很烂？你觉得你们觉得果果的很烂吗？果果的很烂吗？果果是就一排脸，对对对，还在飘飘飘。果果的果果是你们知道。国的日文是什么吗？是哎、欸，我跟你说，你们是，我问你啊，国的日文是什么？哭你，那用的日文呢？你哭，我是爱吃肉的哭你，我有一百公分的大长腿，将近100公分的大长腿。北极星跟西亚的一样，所以你觉得西亚的不好吗？哭腻让你哭，我是让你哭的果果。爸爸帮你想一个，哭腻让你哭，我是让你哭的果果。他有让你哭吗，爸爸？允熙比较喜欢我们两个的。李威给千里之外。李威是千里之外，跟西雅差不多。我的比较好，对不对？我的一元五元，对不对？我的比较好。Mavis， 太糟了，哎、欸，太糟了，想一个吧你。诗雅会重想吗？可是他真的想不起来，不是想不起来，想不出来。换一个，好，他会换一个。爸爸，爸爸，这一百公分，那大舌头是什么？爸爸，爸爸你在干嘛？我送你离开。果果唱国歌，芭蜡说唱国歌。一元五元略好于东南亚。诗雅要改什么？你们觉得要改什么？我是可以看到几点啊，我有没有超时啊？我可以看到日本的十点半，好，吓死我！他得开屁啊！我看到十，好，哎、欸，我看到几点好嘞？大家有事吗？
大家有事？大家等一下有事吗？果果说他要吃饭了。果果，你不要再飘了，我要打几次。好，没问题，杨杰交给我了。开好开满，露露没事，怎么办呢？你们要看我们吃饭吗？不，我们还没有决定要吃什么呢。抹茶直播，抹茶直播了吗？保姆没来，不用怕。可是保姆刚刚说他饿了。果果有没有？果果，你不要再飘了，不要再飘了。抹茶要开了啊，那我让抹茶开了。爱子说他一次才三块钱。哦，真的？那我下次要去飘一下。为什么你们也要飘？保姆饿了。谢谢温爷，那我再开一下啊，因为 P17 要开了，开个两分，开到五分好了。果果不会按掉，果果不敢过来按。开个五分钟可以，再五分钟可以吗？还有一分钟抹茶直播，你们不用一开始就进去啦，再五分钟好不好？果果，一直飘，你很烦，你真的是飘了。哎呀，我的台线都被果果一直飘的风采抢走。好，让抹茶看我的台。念排名要怎么念？我看一下。我今天下来念个排名。果果问我什么是排名？要怎么按进去啊？有人哦，这里这里这里。好，今天第一名是巴巴，耶！嗨，巴巴，巴巴，巴巴爱食人。他说 P17 改叫啊哈哈了。啊哈哈在哪？那啊哈哈今天有来看我吗？好啊，我等一下去骂他。怎么吗？爱死没关系，思雅来，爱死，耶！爸爸是第一名，恭喜爸爸，谢谢爸爸，赞叹爸爸。第二名是国语原神推 Jack， 国语原神推的炸头照是雨林，是哪只咪的？是雨林。第三名是 Ryan Cool， 谢谢 Ryan Cool。第四名是诗源推，谢谢诗源推。杨杰是第五名，好，杨杰，我会帮你跟品涵说真心真，但他大概还现在还在睡。第六名是拔蜡，谢谢拔蜡哦，谢谢你跟我说秃头的事情，我很开心，有人这么注意我，我很开心。我有点感动。第七名是小蜜蜂嗡嗡台言推。小蜜蜂嗡嗡不是应该是林杰推吗？第八名是傅伟现在是石原推耶、yeah! 第九名是信婷。第十名是果果推 TBE4D 果果推，你的名字有点那个普通，要不要换一个，换那个千里之外果果推。第十一名是抹茶的 Nobita 石原真心症，也是银行真心症。第十二名是爱死，谢谢爱死哦，爱食是一个爱屋及乌的概念吗？施雅板块。第十三名是夫妻双子推。第十四名是，等一下我看一下夫妻双子，哦，夫妻双子刚好100个耶，哦，好厉害。第十四名是云溪脚要记得擦那个去疤的药哦。第十五名是楼君，你的名字后面没有施源。第十，我有点难过。第十六名是卡丘 TPE4DA 粉丝卡丘刚回家。第十七名是奇克斯，第十八名超难念的，听那姑哦一呀呜2255，好，念完了，我还有四分钟。巴拉说：“诗雅，我还是爱你的，是吗？”爸爸，你好，筹措送了我一个寿比南瓜山，谢谢筹措。楼君，谢谢你，我会很开心。好，剩三分钟。好，三分钟，我们最后准备了一个节目，来跟大家说晚安，好吗？好吗？大家赶快可以去抹茶台了，我们好好说晚安。好，来。我送你离开，趁你你不要笑，重来，你不要笑，等一下先不要看啊，快点，我送，等一下有彩蛋哦，等一下有彩蛋，我送你离开，你不要笑，快点啦，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不肯黑白，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不肯黑白，情深何来，生死难猜，用一生去对待。秉涵，我们要去吃饭了。秉涵，秉涵，我们要去吃饭了，吃饭好不好？戴娜，晚安。晚安。晚安。我们要去吃饭了，秉涵。好。大家晚安，彩蛋就是秉涵耶！ Yeah! 我要结束咯，睡着了，秉涵又睡着了。欸，彩蛋是秉涵起床不可爱吗？不好吗？脚麻掉了。秉涵脚麻掉了，我要先扶他起来。秉涵脚麻掉，最后一分钟，秉涵，我们最后一分钟了。艾斯说他爱你，思雅，艾斯，艾斯 love you。大家要继续支持台湾研究生哦，每天投七票，谢谢。我要带品涵去吃饭了，晚安。哎，晚安。晚安，谢谢你哦，法拉，谢谢你，我以后都会在品涵的床旁边直播，谢谢哦。帮我谢谢法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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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法拉。我有大哥咯，谢谢爸呀。怎么还没有五分呢？晚安。我忘记穿鞋裤。品涵，他们说真心症是因为小智出生在真心症，所以他们为了版权问题把它改成真心症。所以你以后要叫真心症，就是你的家的概念。哦。像他就是千里之外，果果是千里之外，我是银行，他是板块。好，最后哦，最后30秒咯，大家一起来哦，嗨起来，嗨起来。来开始。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不剩黑白。沉默年代，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叫我唱。太遥远的相爱。拜拜，晚安，我要按叉叉咯。欸，还没有变六分，好。大家要继续支持 AKB48 台湾研究生哦，谢谢大家。怎么还没有六分？拜拜。拜拜。好，韦如我会去吃蒙古拉面，六分了，拜拜。晚安。谢谢爸爸，爸爸第一名，谢谢，拜拜。